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来看副教学第三课《神论中的副教学》。我们已经开始来讲上帝的属性。我们说上帝的属性分成基本属性跟道德属性。那么我们讲到上帝的基本属性有永恒、自我存在或自足性，还有第三个就是无所不在。那么关于上帝是无所不在这个问题，我们再有一点点的来讨论啊，就是有人呢认为，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聚会当中，我们会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”好，我听过有人认为说这样的祷告有问题，他觉得上帝不是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吗？对不对？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吗？所以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去祷告说：“上帝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”好，而且有人有一种看法说，我们应该凭信心相信。上帝已经与我们同在了，不应该追求感觉。他们觉得在聚会当中不应该再去注重，太去注重有没有感觉。好，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要来看，就是说到底我们在聚会中应不应该求上帝的这个同在这个问题呢？好，那么上帝不是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吗？等等这个问题。好，所以呢，我想我们应该要分辨一下。其实你从圣经里面来看，上帝的同在有三种啊，上帝的三种同在。第一种叫做宇宙性的同在啊，我们刚刚好像我们刚读到这个耶利米书23章24节，好，或者是诗篇139篇7到12节那个，好，无所不在，上帝是无所不在的，上帝充满了天地啊，这种宇宙性的同在啊，这个是有的，所以呢。恶人也有上帝的同在，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，好，宇宙性的同在，最肮脏污秽的地方，罪恶最多的地方，都有上帝的同在，上帝都在那个地方。我们讲过的，地狱也有上帝的同在，那个代表是上帝的权柄可以临到那个地方，这个是宇宙性的同在。第二种的同在叫做内住的同在。内住的同在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14章那里面讲到说，圣灵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这个是内住的同在，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永远不会分开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永远上帝与他同在。如果你要从内住的同在来讲，圣灵永远住在你的里面。如果你是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那么圣灵已经永远住在你的里面。只是他的地位，他可能被你挤到一个角落里面去，啊，这是第二个内住的同在。那么我们要注意，神的同在有第三种同在，叫做特别的同在，就是除了上帝内住的同在之外，上帝在很多的时候，他会有特别的工作、特别的恩典临到一些情况啊，比如说。我们知道，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说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这个是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支取的一个应许啊。当我们去传福音，神就会与我们同在，神就会常与我们同在。好，还有呢，马太福音18章20节提到说，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。他就在我们的当中，这种在聚会的一个圣灵的特别的运行跟同在，这也是另外一种同在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有很多人讲说啊，我们不应该再求圣灵的神与我们同在，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了，凭信心相信神已经与我们同在。这个讲法呢，其实也不是很正确哈。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的确需要神特别的同在，圣灵的运行跟同在。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我们就要回答说，有很多人认为，只要凭信心相信神与我们同在，不需要凭感觉。所以，到底在聚会中会不会有感觉呢？那么，我个人的确觉得，今天教会有一个最大的迷失，就是有的人觉得我们就是只要凭信心相信神与我们同在，但事实上，你在那个聚会中感觉不到上帝的存在啊。
是不是真的就上帝与你同在呢？我要说，可能上帝并没有与这个聚会同在啊。所以通常我们在讲很多基督徒，我们会否定感觉，强调信心。那么我要特别讲到有一个图哈，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图，他讲到基督徒信仰的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一个火车头，他用火车来表达基督徒信仰的三个部分。第一个火车头是事实，事实。火车头，所以基督徒的信仰是建立在事实上面。什么事实呢？就是耶稣是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，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这个是火车头。那么，其实你知道，光有火车头就可以跑了，因为那个事实是存在。那第二个车厢就是信心，我们用信心去接受这个事实，信心。很重要，要用信心，而不是凭感觉去接受这个事实，是要凭信心。你不是凭信心去感觉耶稣为你钉十字架，凭信心不是凭这个，你不是凭感觉去认识耶稣为你钉十字架，你不是凭感觉去认识耶稣为你从死里复活，你是凭信心去接受耶稣为你钉十字架，耶稣从死里复活。但是呢？第三个车厢就是叫感觉啊，所以事实在前头，接下来你用信心去接受这个事实，之后你就会有感觉了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教会老化，就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去注重这个聚会里面，我们真的觉得上帝有没有与我们同在啊？我觉得上帝同在的感觉，我们可以用一节经文来讲啊。我们看罗马书14章17节。罗马书14章17节说：“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”我觉得我们怎么样去看上聚会里面有没有上帝的同在呢？就是在这个聚会当中有没有一种平和平、公义，还有喜乐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啊？所以我个人认为，聚会当然可以去感受有没有上帝的存在。同在啊，上帝的同在，好，这是我们对于无所不在这个问题，我们再有一些的补充。好，第四个，上帝的基本属性叫做无所不能，无所不能。我们来看创世纪18章14节，创世纪18章14节。创世纪18章14节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？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他是无所不能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19章26节，马太福音19章26节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在神凡事。”都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而且他的能力，他的无所不能是不会有什么时候会疲乏的时候。我们看见今天人的能力可能很有能力，但是他会有疲乏的时候，但是我们的神他是不疲乏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0章。以赛亚书40章28节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。我们看见我们的神，他的能力，甚至不会有疲乏跟困倦的时候，他就是永远都是这么有能力啊，永远都是这么样的无所不能。这是我们看见上帝的无所不能的属性。好，那么讲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就要来讨论：那么上帝的无所不能，上帝真的是什么都能吗？那么我们应该要讲说，上帝有一个不能，就是上帝不能跟自己的属性冲突。上帝的属性，它的每一个属性之间是不能冲突的。比如说，上帝的慈爱。不能跟他的公义冲突。
还有呢，上帝还有什么不能呢？上帝他不能违反他圣洁的本性，所以我们有很多人说上帝无所不能，上帝会能不能犯罪啊？我们只能讲说上帝不至于犯罪。那么有的人说上帝会不会说谎啊？那我们要说上帝不至于说谎啊，因为他不能违反他圣洁的本性啊。所以上帝有一个不能，就是他的属性不可以冲突，他不能违反他自己的属性。所以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怎么说的？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2章13节。好，我们看见这里好像有一个上帝不能的事情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2章13节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。所以，上帝有一个不能，他不能违反他信实的本性，他不能背负自己，他不能破坏自己所定的这个法律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讲到上帝无所不能。其实讲到上帝无所不能，有很多可以解释的，很多可以来讨论的哈。比如说，有人问一个问题啊，这个他说，上帝能不能造一颗连他都举不起来的石头？不晓得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？上帝能不能造一颗连他都举不起来的石头？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矛盾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听过中国的矛盾，就是有一个人说他有一只矛，那一只矛任何的盾他都可以把它刺穿。那么有一个人说他有一个盾，就是任何一只矛都不能把它刺穿。哇，那这两个放在一起就叫矛盾问题啊，就冲突了啊。同样的，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：上帝能不能造一颗连他都举不起来的石头？哇，这个问题很厉害哈。你如果说上帝能够造一颗这样的石头，那么上帝有一个不能，就是他有一颗石头他举不起来啊。如果你说上帝不能造一颗连他都举不起来的石头，那你看上帝有所不能哇？这个问题啊，叫做矛盾问题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回答这样的问题呢？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回答说，上帝才不会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啊。这个可能是最简单的回答。但是呢，其实很简单，这个问题很简单。你跟他讲说，不是每一个问题都可以有解的。为什么？有些问题叫做矛盾问题。什么叫矛盾问题？你就直接跟他讲，你说上帝可不可以造一个四方的圆形？这个问题就叫做不需要回答的问题，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矛盾。好，你说上帝可不可以造一个四方的圆形？这个问题很奇怪哈。所以好，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就只要知道它是一个矛盾的命题就可以了哈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比较重要了哈。就说有的人他问说，如果上帝是全能的，那么为什么他不能救耶稣？免于钉十字架，啊，就说为什么这位全能的神为了救人，却必须让他的这个独生子钉死在十字架上？好，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好，神为什么他是全能的？为什么他不能救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呢？其实你发现，在十字架下，很多人就在问这个问题。有很多人觉得奇怪，上耶稣怎么可能会是神呢？如果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应该就跳下来就好了嘛，他应该可以救自己。那为什么一个全能的神竟然会被钉在十字架上？啊，所以呢，哥林多前书1章18节讲到说，啊，十字架是人以为愚拙的，不信的人以为愚拙的。好，我的确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有人问这个问题，有人会问说，你说你们说耶稣是神，啊，怎么可能神会被钉在十字架上？哎，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就说神全能的神，为什么他不能让他的爱子从十字架上下来？啊，为什么全能的神为了救人，却必须让他的爱子钉在十字架上？我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，其实是我们信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好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要这样回答：其实耶稣为什么必须要钉十字架？因为唯有耶稣钉十字架，能够同时满足上帝的公义跟慈爱。唯有耶稣钉十字架，才能够同时满足上帝的公义跟慈爱。我们知道上帝是很慈爱的，但是我们也讲过，
上帝有一个不能，就是他的慈爱不能跟他的公义冲突。所以呢，我真的曾经看过有一本佛教的书哈，在讲他在批评基督教。他说基督教啊，既然这一位神爱人，还需要把他的独生爱子钉在十字架上。如果上帝爱人，他就把人当一颗球踢到天堂去不就好了吗？哎，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是错了。上帝是慈爱的，但是他不能违反他的公义。所以今天人犯罪，上帝同时是法官，他是一个公义的法官，他必须要定人的罪，但是他同时又是父亲，他要救人免于死亡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所以呢，耶稣基督必须要来代替人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才能够同时满足上帝的公义跟慈爱。好，举一个例子，好，讲到说啊，这个有一个我们这边的很多这个小孩子都在听的一个故事，讲到佳佳的故事。好，讲到说这个有一个小孩叫佳佳，他很喜欢偷东西，哈，本来是偷一些钱，后来到最后变成偷习惯了，所以常常被那个书店的老板抓来他妈妈面前，他妈妈就打他，打到这个真的他已经一直打，有一天早上才刚打完，下午又去偷又被抓来，他妈妈就很难过，因为看到他不忍心了，看到他已经被打了不忍心，所以那个妈妈怎么办呢？他要放过他不行，因为他犯错就应该受责打，所以他的妈妈就打自己，代替他打。打，那个佳佳就后悔了，就被他的妈妈的那个爱感动，就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打了，好，我以后，好，我不要再偷了。”哎，我觉得这个故事蛮可以讲十字架的道理。十字架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犯罪必须要受惩罚，那么耶稣为我们代替刑罚，而他的爱感动我们，让我们不再去犯罪，啊，不再去犯罪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。好，有人在问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他。第三个，很多人会问的问题，好，讲到说，如果上帝是全能的，为什么他不拯救那些殉道的基督徒？是不是？如果上帝是全能的，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会被抓去？好，这个为这个信仰的缘故被杀害？好，这个是一个问题。还有呢，有很多人会说。如果上帝是全能的神，为什么上帝不拯救一些爱主的基督徒？好，我们看见有一些爱主的基督徒也可能死于非命、车祸啊，好等等一些天灾人祸。为什么上帝如果是全能的，为什么不拯救这些人？这个是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会问的问题。那你们的神不是是全能的吗？为什么他没办法救你们呢？很多人会问这样的问题。啊，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回答的。那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要怎么样回答呢？第一，我们要告诉他们说，那么其实今天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对死亡的看法。基督徒对死亡的看法，跟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对死亡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，说：“哎呀，上帝为什么不拯救这些人呢？这些爱主的基督徒呢？”为什么会让他们死呢？基本上他们会问这个问题，就是很多人他们基本的观念认为死亡是人最不好的结局，死亡就是一个人最糟糕的一个结局。但是基督徒，我们第一个要回答他说，在我们信仰的观念里面，我们并不认为死亡是一个人最不好的结局。所以，就着那些死亡的人来讲，其实，在圣经里面讲到说。保罗说：“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，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。所以，第一个，我觉得我们要先跟他们纠正一个观念，就是你们认为死亡是人最不好的结局，所以你们会觉得这些人死了，那表示上帝很没有能力，因为上帝为什么让他们遭遇到这么不好的结局？但是，我们应该要先告诉他，其实基督徒对死亡的观念，我们并不认为死亡是最不好的结局，甚至我们认为死亡。”是进入一个更好的啊，一个地方的一个过程啊，所以呢，对那些死亡的基督徒来讲，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好的无比的事情，因为他们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痛苦、疾病、忧伤啊、逼迫，到主那里去，永远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啊，这个是第一个。
我们要回答他们的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回答他的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些殉道的基督徒也好，或者这些爱主的基督徒，他们的死亡，在上帝的眼中，绝对他们会有很好的一个结果。好，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诗篇116篇15节。我觉得这节经文很重要，我常常在追思礼拜的时候，会用这节经文来鼓励弟兄姊妹。啊，诗篇116篇15节，这里讲到说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在我侍奉的经历里面，我觉得殉道的基督徒也好，或者说一些爱主的基督徒，好像这个遭遇到一些不幸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事情，第二个就是我会告诉弟兄姊妹，他们的死绝对会有很宝贵的啊，基督徒或生或死都叫主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所以我常常看到啊很多的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，他们的死亡感觉上好像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，但是呢，就很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我常常看见有一些基督徒啊，他们的死亡，他们的安息礼拜，因为是那么样的荣耀，那个安息礼拜啊，很多没有信耶稣的人来，第一次接触到福音，那么他们在那个安息礼拜啊，这个看到那个基督徒的那个丧礼是这么样的啊，这个美好啊，很多人信耶稣。我觉得教会有两个聚会是很容易带领人信主的，一个是婚礼，一个是丧礼。婚礼看到基督徒的那个彼此相爱，丧礼也是一样，而且还看到基督徒那个荣耀的那个盼望，那个丧礼里面那种很安息的那个感觉。好，我们教会最近也有一个姐妹，她的父亲是基督徒，我们用基督教仪式帮她办的时候，她的这个女儿本来是没有信耶稣的，就是因为她父亲的这个安息礼拜，让她觉得她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。好，所以感谢主，我真的发现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好像我们讲到那些殉道的基督徒，其实我们知道中国教会的复兴是什么时候开始复兴呢？就是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事件，很多的基督徒惨遭杀害，整个中国的教会才开始改变。所以呢，这个古教父特土良讲说，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。好，所以我相信，在神的眼中，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好，我觉得有很多人虽然死了，但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结出许多籽粒来，或者是带领一些人信耶稣，或者让一些活着的人更深的去在生命里面有一些的醒思跟悔改等等，这些都是好，或者让人因着在追思礼拜里面，很多人去效法他的榜样等等，啊，这些都有它极高的价值。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，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好，所以呢，当如果有人问我们这个问题，我们首先要回答他的是要让他对死亡的看法，表达我们基督徒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，然后再来我们可以讲很多的见证，好，告诉他在耶和华的眼中，圣民的死是非常宝贵的，这些人不会白死，他们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有一些是我们现在不知道、没办法体会的，但是将来有一天，我们会看到那一个麦子死了，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，他非常爱主，他妈妈信耶稣，他有2个弟弟，有一个也信了耶稣，好，但是他有一个弟弟就一直都没有信耶稣。后来这个弟兄啊，他有一这个去毕业旅行，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去毕业旅行，啊，结果这个游泳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淹死了。结果后来他的弟弟到教会来，他来找我，他哭着跟我讲说，他知道他的哥哥在教会做很多的事情，他说他跟他的哥哥感情啊，他说他来代替他哥哥的位置，啊，所以他后来也成为基督徒，也在教会里面参与侍奉，啊，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，但是将来我们都可以知道，一粒麦子如果落在地里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所以关于上帝的全能这个问题，很多人会问像这类的问题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回答他呢？那么还有一些问题，我们休息一下，我们可以再来讨论。